都说月初段位都是神仙打架，各种妖魔鬼怪。有人说很强，那就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碰见一个非常强悍的。想跑？想跑，我直接追你。他的黑土打得晕头转向，感觉比我还晕，比我还晕。先水水，稳一点，稳一点。接，这吓我一跳，差一点掉，掉了就丢大人了。走，来，一二，哎呀，怎么又输？被他拿捏了。你看我的血量现在是一大半，他如果切换这个加重炎形态，我基本上就，你别哇去，太狠了。你别看人家黑土，他的腿虽然有点黑，但是他的伤害是真的高。怎么这么急呢？龙马了，17秒，16秒，给我机会啊，大兄弟，这是给我。这是给我机会了，这是机会从我的指缝间流过，我没有抓到啊！来，来，抢秒，抢秒，抢伤害，可以，抢回来了。这其实月初碰见的也不完全都是神仙的，这也有跟我一样下饭的呀。刚才第一局他的黑土打的，我不能说只是我一个人在给大家做饭吧，他对不对？双，肯定是两位厨师，我感觉。青年不碰水门，你这对吗？没豆的，没豆的，你在我二代面前怎么可能掉下来？还真掉下来了！来，来，这一波能不能蹭一个彩蛋？空了，空了，空了！我去！咱得承认啊，这个秽土铸剑，它那个后摇是真的打，但是它的伤害是真的高。你要是中了他的一二技能加千叉，你伤害，我去，基本上一大管血就没了，那血条蒸发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跟我拼！哎呀，哎，咱们爷孙俩在这拼技能呢，对不对？没必要，没必要，扔墙上。他替身，哎，我秒替，没事，这接不了了吧你？来吧，既然是秽土转生，那就再送你回去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有三连的就不要客气了，再见。